能人所不能忍，人所不能忍。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黑衣部队当中教官跟一位队员来到舞台前方，跟大家做一个很简短的访问。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教官一路跟队员查马克思，请教官跟队员稍微向前一步。刚才彩排的时候还没有戴上黑面罩，现在戴上去真的让人家觉得我们的黑衣部队很神秘耶，教官。是。话也不多，果真神秘吧。好，我们先从队员开始访问好了。查马克思，其实我们都听得出来就不是真名，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化名呢？因为我们要用代号来隐匿我们真实的身份，以确保我们任务的遂行及保密措施。那查马克思，我想问一下，其实大家都知道加入黑衣部队需要经过非常非常多艰困体力上面的考验，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加入黑衣部队？当初因为我身为男人，自我挑战是必然的，因此当初既然选择了职业军人，当然要选择最顶尖的部队，陆战特勤队。不过在训练其中，我发现这并非我想象中只是辛苦而已，它必须在你自己确保安全状况下、不受伤的状况下完成承受这极大的体能上的磨练，并且如果一旦受伤了，训练是要停止的。但如果你有一丝的放水、偷懒或是对自己妥协，你一样无法达到这高标准，自然将会退训。所以陆战特勤队并非人人都能加入的。所以在训练过程当中，除了要克服这个体能上面的考验，也要小心保护自己不受伤，才不会耽误到整个训练的课程。是，没错。好，那再一个问题，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因为有镜头跟随着你们，查马克思，你觉得整个拍摄过程有没有让你难忘的故事跟经验？这次拍摄中，我们有呈现从海拔500公尺以上的悬崖峭壁，要克服高空的恐惧，进行各样式的垂降方式下来，并且要背负循环式水背，在幽闭且阴暗的海底里面进行方位判导、潜入、实施反恐、反特工的操演。这不仅队员需要有高大的抗压心理素质，还必须要有成熟的战技才能达成。我们光听你讲刚才训练课程就已经觉得很累，而且很辛苦了。真的，就是不能，一般人是无法想象我们的特战部队在整个磨练过程当中承受多大的压力。不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可以完整的呈现，谢谢查马克思。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访问一下我们的教练一路教官，请问一下，你训练过这么多的学员当中，你有没有观察到哪一个关卡是学员最容易觉得挫折、容易放弃的？我们有一个课程，那课程的科目是重装行军。那我们每个背包约大概是35公斤，包含全身的装备。那在短距离的，最短的时间要从 A 点到目标区，所以人员的体力付出是最大的。所以人员必须要克服的障碍就是体力付出及抗压力、肌耐力的训练。那教官除了帮学员做训练之外，当学员碰到这样的挫折跟困难的时候，教官有没有什么方法来激励他们？我们秉持陆战队的精神，就是陆战队绝不会把任何一个弟兄丢在战场上，以学长带领学弟的做法，配合的陆战队的三信心，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永远忠诚，誓死完成任务。所以意思就是，如果学弟在那边很辛苦爬不过去，学长他们也会陪伴在旁边，跟他一起克服这个难关，对不对？是的。好，我们看得出来呢，其实黑衣部队他们是非常拘谨，而且这回话非常的简洁。今天也非常难得邀请到他们在大家面前呢，做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所以是请大家用掌声再次给我们的黑衣部队，谢谢教官，谢谢队员，谢谢。我们请我们黑衣部队长官们在台下稍候一会儿。神秘的面纱即将在10月26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揭开。